多的挫折跟责败，但是球队的教练愿意给他机会上场，让他在球场上发挥他的一技之长，发光发热，神受到神的祝福，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姊妹需要的时候，给他一双翅膀，成就他的梦想？让我们从头唱一次。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。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。Yeah.
你过来。